我觉得我对我死哥个人是觉得我还蛮有那个信心去打死哥的啦，对吧？应该说我打死哥我自己还蛮有信心的，因为我个人虽然说走位不是很好，可是我个人是蛮龟的，我不太会敢走出去啊，所以我会很努力去躲他的那个叫什么，他的那个叫什么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球啊，对面那个阵型加稳坦吧，其他人就我觉得对面是一个比较都是出那种比较 OP 角的 OP 的角色啊。对面没有虚弱跟那个治愈，我就觉得我可以的，哦，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可以的，看看来。我觉得我在打，我应该蛮有信心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队友要相信我啊！队友刚刚不相信我啊，都不知道怎么讲啦。可是他们的顾虑是正确的啦，我觉得他们顾虑刚刚是正确的，很正确的这种，很顾虑。哇，伊哲说他卡特神，哇。好讲嘛，你找张卡特什么就让你中路啦，是不是？就打 AD 啦，拉克斯欸，我对拉克斯我会比较贵一点啦，他虽然那个光球蛮痛的，可是我已经中招啊，我想吃兵他先中我招啊，啊不是啊，我已经中他招啊，我不中他招也很困难啊，他现在想推线啊。哥在推我线啊，不要推线啊！ LD 你又被拔掉， LD 奇怪， LD 你又拔掉了，怎么回事？说我叫小远推线啊，不推线不行啊，带个两颗啊，给他感觉我好像赢了一样。哎呀，靠背啊，少一只啊，感觉给他啊，靠背啊，什么事？感觉就是给他好像有点一变一样。个人觉得我必须把线控出去一点点就好，不能让他进到塔下，不会太难打，只要一点点我就很难打。所以必须把线控得很好，不能让他进塔啊，靠北这个地进塔了，干，没控好，我必须把线再推出去一点。只要把线推出去，对死哥来说压力就很小。如果一直不让他推出去的话，就麻烦。然后个人走位是很偏向靠右边河道，所以右边河道你要插眼啊，不插眼我等等就要死啦。然后我们的李欣叫我帮他抢李欣，一定是有原因的，可能他李欣很会玩之类的，可是我要看他的表现啊。
我师兄表现不用太好啦，平平就 OK 啦。我觉得一个李信不用表现太好，平平的我就觉得这场应该就可以拿下来，觉得啦，个人这样觉得。悟空要来啊，看到人嘞，不太好，不太好，拜托不要太好。不中吧，我觉得 Q 不中。闪现，闪现，我觉得闪现可以了。OK OK， 这个很赚，这个很赚，这个很赚。嗯，我觉得这个很赚。刚刚没有意外的，我看到是两个交闪，只要交闪就 OK 了。自己不走，我自己走要自己注意就可以了 ，OK 了。下路也不错啊，我觉得那个伊泽应该蛮会玩的，感觉啦。而且我觉得对面的那个创意无限欸，对面那个创意无限，还不错啊。而且我觉得敢尝试是件好事啊，凡事都要尝试一次嘛，对不对？干，怎么去啊？看到就死了，笑死！弟弟啊，下路那个贝尔迪哥太嘲讽了。我觉得那个嘉文要来咯，自己走不要注意，因为那个是。强硬的推线，可是那个吃兵速度有点是我失职啊。说笑死，然后立刻就死了，然后真的就笑死了。太神啦！拜托啊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要弄出个东西啊。死哥是一个大后期角色，我觉得我要 Q 啦，我觉得我会死，会死，会死。好，闪。这个一定要闪啊，其实差一点啊，我觉得这是差一点啊，真的差一点啊。这个应该算我运气好了，没问题啊。我觉得给李信一点时间嘛，给他弄到六等，我觉得六等的功用就蛮大了。看到会不会闪提之类的。已经是一只开战百分百的角色了，六等啊，怎么 ADMA 六等？唱我唱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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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定要上，这一定要上，绝对要上，上可以。紧张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啦，我就要吃小龙，我就要吃小龙，我觉得小龙比较重要哎、欸，他执意要通那个，我就要吃小龙，我就要吃小龙，我就要吃小龙，等，我就要吃小龙，吃小龙，真的，别浪费太多时间。加五那上路，加五那上路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，一定要吃。悟空没有转大，我觉得悟空应该要转大，逃跑比较好。没问题，拿下了，拿下了这条小龙，哦，我觉得可以，这个经济是可以的。没有看，刚好没看到，觉得只要给我一点时间吧，我觉得这个时间必须要给我一点时间了、啊。我玩死跟是想把进度都拖到大后期，可是你看哦，一个英雄，一个什么？反正这样没蓝莓这种就算了。你看啊、哦，如果因为死哥是一只防什么，人家说防逆转的一只英雄，所以为什么要玩李信啊？不，为什么要玩死哥？
然后我觉得嘉文真的要飙出来了，我觉得这个嘉文啊，他想关我、啊，因为我站的位置不管站哪里都不太好、啊。嘉文在下路，嘉文那个下路嘛、啊，没遇到，可惜，炸一下160几啊，那是双倍吗？哎、欸，双倍，双倍怎么炸下来160几啊，大大。士兵两个差不多，可是他的人头数21啊，我101啊，210，我觉得给我点时间啦、啊，我不行被他秒掉，这是重点。会战再怎样，我都不能把他秒掉，只要秒掉，我们这个会战就输了，而且不能让他找到一个太好的点，太好的点不太好，一定会死。觉得这里一定要。我要回去出个那个叫什么时光，我要出时光。我两个吃兵持品啊，可是装备来讲，我应该会输他一点点，不会输太多。我现在没有大不能唱，而且我没有传送，这是一折危险。哦，不会，应该没有事。他靠出大绝，哇，可惜啊，被他吸起来。可是我觉得他不应该靠大绝，我没有那个，不好意思啦。不要啊，李欣啊，不要啊 ！Q1 Q2 踹他10，哎、欸，没问题，这个我的，好不好？我 OK 的。然后我看到勒布朗往下走，我不应该往那边冒险。如果在我们那边冒险，危险。他突然秒我，秒到，秒到一次我就死一次啊。史哥是一只很怕撞脸的英雄，是没错，所以我每个角落或干嘛都必须要自己站。像拉克斯的游走能力，他一直游走，他想去带起这个风向，整体风向还不错啊。哎、欸，穿不出去，找是一只兵，而且一只炮车，就是蛮摸的一件事情啊。摸一次就不爽一次啊！只要我大绝每次有去中招，就很重的呀。啊，靠北啊！S， 我要被杀死有几个可能啊？必须要像勒布朗直接撞我，撞到加上拉克，我觉得拉克是关到加文插我，应该就拜拜，不用到勒布朗来。啊，奥博传送了，妈的，要不又打起来了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不行，不行，没拉到就不行了，我就不行，这个已经不行。传送，不传送点，不传送点。麦昭，这个走位还不错啊，大家的走位还不错，走位有 OK 就我就 OK， 没问题。刚刚那个走位大家蛮 OK 的，虽然是一个诱惑，哎、欸，你这样不行啊，大大大大不行啊，这样直接就死了，我这样救不了你啊。哦，这个一折，我觉得那个操作还不错哎、欸，说真的。他完全非常果断，他完全没有拖泥带水，他是非常非常直接。错了，我觉得这是不错。
候出怪，我觉得这个吃不太好，因为这个吃有危险。我今天要吃快一点，我觉得这一天要吃很快，我就看能不能吃掉，这样没问题，因为没有什么远距离的攻击。我要吃，我把我的家蓝拿掉，把它传送，那也开大绝，只要浪费他一个大绝，可是人员时间非常短了、啊，所以几乎他的大。人家飞客说过说，勒布朗对死哥，在没有江国罗的状况下，死哥是应该打赢勒布朗。这是飞客讲，我觉得飞客这个观念非常强啊。身为都是很会打中路，像佛根跟那个谁，跟飞客也是一样、啊，他们的观念，他们都讲这句话，没有江国罗，死哥应该打得赢勒布朗。虽然我真的说真的啦，我不懂为什么，因为对我认知，我就觉得勒布朗会打输十个，但是佛根讲这句，我就觉得、超屌的、欸，真的我觉得蛮屌的、这个屌就不用多说什么。大绝那时候，这个大绝不错，今天盖得到。上进场。金眼那把的金眼金超绝，都会跟着他，然后炸，没问题 ，OK。牺牲了悟空啊，因为悟空刚刚一个冲，我只能盖到墙而已，不能狙野人。第一时间也没有办法把那个谁拉克斯带走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对吧？刚刚我们的译者说那个 DB 尔离心，他说我们队友啊，他可能觉得离心的操控不太好，是这样吧？啊、靠北，我刚才看那个，看再看就是了。干，给你飞哦！干。就刚刚怎么下路会开启啊？这是一个重点。加五的大，啊，因为这是时光台，对我不好意思把全部念出来啊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来啊，看到就好，看到就好啊，各位看到就好啊，我们就不要多念了 啊，多念不太好。干，我传送没传送，干的屁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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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！好了，我如果这样又太多只，上路还有三只哎、欸，加拉克斯还有三只，对，刚刚其实上路有四只。不行啊，我觉得走那个地方太危险了，我觉得个人觉得太危险了。那个是应该出来，这个踢在墙上，我觉得这个还不错哎、欸，果然不错。可是我觉得这个上不太好，除非他抓到，除非他抓到，还给抓，空啦，我觉得空啦，这是空啦，炸，我觉得这个炸我 OK， 闪走了，攻击，拉掉，我觉得拉掉，来，飞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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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这里，干。靠背，我这样闪，这样闪，这个我这样闪，干闪不掉。可我刚刚看到，我第一次见，我想说他没跳，因为他刚刚一个人就站在这里，他没有那个手张开的姿势。啊！我竟然被一个没有手张开的姿势给表了，操嘞！不行啊，我这样顶多加我。加五啊，死啦！这离心啊，不要去啊！我觉得悟空一定要走，悟空要走，悟空一定要走，悟空一定要走，那一定要走，不走就死了。啊，怎么多传送了？传送啊！快跑，快跑，快跑！大家可以跑，大家可以跑啊！大家可以跑、啊。跑就对，跑就对，就跑就对，没问题啊！
我们这一次掉两颗人头，我跟那个机器人都掉了，因为刚刚太不小心了。应该说没有看到费尔迪克那个跳那个大的位置，我觉得太可惜了。这个开我觉得应该还不错，这个大绝有转，有转，我觉得我进场，我觉得这个进场，我觉得我一定要进场。就是跟好一点死，好。线签到啦，干！刚太不小心了，这一切都是我太不小心了。Sorry。刚刚太不小心了，走那个鸟位置一定死了，我一看到日光就知道干死定了。怎么穿啊？不是吧，干没有地方穿，哪里哪里哪里穿啊，我穿啊，干我把它取消了，穿哪、啊？到底穿哪、啊？干，我一个失误了。可是我刚刚真的看不到我到底传送穿哪、啊。我看我的地图我都没看到，我靠到，只中一次而已，没机会了。可是我可以，可是我可以，我可以，没问题。在没问题的情况下，我就死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我发现我这应该算是这两分钟以内的表现非常非常不佳。而且我刚刚唱大的位置实在太糟了，没办法，我刚刚太急，我刚刚非常非常急啊！又看到队友他们冲出好像都用大绝来逼着他们，就我连想都没看到，我竟然已经站在这里了。是一个超级失误啊！各位如果看到了就不要学啊！啊，一个太不小心了。因为我刚刚其实发现那个，如果他那早一秒断掉我的大绝，没有，这样我就觉得很亏。我就什么都不能帮队友做到，然后就快死了。这是重点。其实我觉得蛮糟糕的啦，别抓你不要抓你不要抓，我觉得你不能抓，我觉得不能抓，你一抓就死了，那一抓就死了。嗯，这家伙还想吃那个，可是我看到勒布朗要把他杀掉了。拜托拜托啊！大绝那个踢过去，我觉得不好啊！大绝，我光这个大绝就还不错啊！我人呢？我人呢？我怎么慢呐、啊？快点！但我又没有大。干，我就没大。可是我觉得他一个跳，他就死定了，靠背。没大哦，不要那么冲啦！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哇，死哥是一个防逆转的英雄，可是你们不能这样嘛！我想退中路啊，拜托啊，我退中路啊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给我退中路啊，拜托啊，拜托啊，出来！而且我这个小龙一定要吃掉吧，不然就没有他们，就他们打，我觉得他们打，我一定要吃掉小龙。Q1 Q2 出来，那个应该就死了，没有意外。哎、欸，他没有弄好，有。本体我觉得要吃掉小龙，小龙很重要。如果你们有看过 S2 的那个谁，那
叫谁去了？透一次你就知道，透一次他在看那污染就是一的这一招，我发现他控制很好，他每次都是按一下关掉，按一下关掉，按一下关掉，掌握都非常非常好，不让自己的魔多耗一点啊。他每次都控制的非常好，我觉得。透一时蛮值得学的啊，现在很多人就说什么透一时现在有这样，就是没有 S2 的风范，或者是没有 S2 的实力，可是我觉得对于我来讲，透一时能还是有上进金的实力，我就觉得应该是很不得了啦，然后如果那个可以传，OK nice， 这个没问题，真的没问题啊。没问题啊，那个不用追啊，说真的，给一个赏一个大嘴就知道十哥的力量在哪里了。我觉得可惜的是，因为我们一折，二折二折还不错，可是我觉得，哎呀妈那个的，一折杀了一半人头数啊，哎，这场算是那 carry 啊，这一折蛮强的，卡特神很不错。